我给你对一下答案 ，A B A B C。对啊，小璇，啥时候生日？你是哪来的？学妹帮我带的，你快告诉我啊！12月21。哎，那你不是很快就要过生日了？是啊，不过在学校没办法过吧？找到了。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你的事业或个人生活中遇到了困难，但接下来的1个月将是你一年中最难熬的阶段。啥意思啊？我这倒霉倒半年。他真有人信这些东西啊？哎，宁可信其有，不能信其无。这没什么解决办法。小璇，明天回家吗？啊，回啊。那明早我叫你一起走。嗯，行。而程静，你什么时候生日？12月23。 你们俩就差2天哎，那岂不是都要过生日了？啊，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哎，行了，赶紧把你书收下，别让老师发现了。哎，下次你妈再给你水果、零食什么的，你就接着，别总舍她面子。我看你是想自己跟着吃吧？我就差这口啊！这不是你亲妈吗？哎，我抄经，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拜。哎，程静回来了。嗯，静静，你可得好好读书呀！你妈靠男人挣钱供你上学可不容易。 阿姨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你们家天天有男的进进出出的，你不在家，你妈更肆无忌惮了。行了，别和孩子乱说了。我可没乱说，你俩看着呢。你能忍，我可不能忍。走吧，走吧。就他们这样，严重影响我生活质量。小不点什么，就不会说。啊，挺好的，劳你费心了。要是有什么困难，你跟我讲，我肯定帮。哎呀，谢谢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感谢才好。嗨，咱的关系。 还提什么谢谢？哎，有点小意思啊。哎呦啊！哎呀，不能给我钱，哎，你就拿着吧。我都已经够用了，钱干嘛呢？静静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？提前说好让你们有撤退时间吗？这话怎么说的？这是你爸爸的老战友。什么战友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 你那时候太小了，你哪记得？这是你爸爸那个时候的老……你别跟我提我爸！静静，静静！啊！哎呦，这孩子！来，看这个，看这流汗。 老师的话啊，嗯，因为爸爸妈妈，不然不放心你。知道了。来啦，陈静，你咋了？ 谢谢。我到底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在你这儿待会儿。我跟你妈又吵架了。我就是像我爸爸了。你爸妈对你真好。以前我爸在的时候。 每天都会给我买牛奶。他觉得我小不会用吸管，每次都会插好再给我喝。他走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这么对我了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一会儿要回趟家，整理下衣服。哎，你别哭了。陈静，其实我觉得你妈对你挺好的。你现在回去，说不定她等着你，做了一桌好菜。别想太多。 静静，你多吃点儿，这是妈妈特地给你炒的啊。哦，你待会儿吃完饭几点钟回学校呀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怕你赶不上那个末班车了。那么着急想让我走啊？我没有，我就是吃饱了回学校。哎，我不是。 静静，你刚才没吃什么东西，你这两包饼干你带回学校吃啊。路上小心。好的。待地儿，小姑娘，别介意，他们看场子的，怕你们闹事儿。来这里跳舞的，好多搂着的都不是自己的老婆。小姑娘没见过世面。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先回来了。我发现你最近学习还是挺刻苦的啊。没时间了，我要全力以赴。这次不会真的就是奔着北大和清华去的吧？没错，我不仅要考上清华北大，我还要拿到奖学金。现在谁都靠不住，我只能靠我自己。你这么激动干嘛？ 就是说说而已，你没事吧？心情好点没？没事了。哎，灯怎么亮了？啊，静静回来了，阿姨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收拾东西，看你那钱包没拿去，去哪？阿姨，我给你倒点水吧。哦，好。你有多余的杯子吗？别管了。 你走的时候匆匆忙忙的，我给你包了点零钱。我在这儿不需要钱。怎么不需要啊？你看你买点学习用品，买点零食，买点水果。我说不用就是不用。啊，你那个帘子有点脏，我给你拆了回去洗了。洗了，我让你碰我东西了吗？ 怎么了你？动不动跟我弄得像个仇人似的，我欠你的，我供你吃供你穿，我对得起你啊。是，你有文化有能耐，我没能耐没文化，我不配当你妈，爱怎么样怎么样吧。阿姨，好。 陈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雪，陈静，你们俩都快过生日了，打算怎么过呀？怎么过？买碗泡面当长寿面呗。陈静呢？我不怎么过。记得小时候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爸妈都会带我去照相馆拍照，从1岁到18岁都没断过。哎呀，我小时候也是。你爸妈对你们也太好了吧？ 爸妈从来没有正经给我过过生日，其实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啊，我爸给我买了一条连衣裙，他说让我艺考的时候穿。你说我能穿吗？连衣裙，叔叔也太逗了吧！哎，行了，就睡觉吧。那个，听说你和方旭马上就要过生日了。哦。哎，那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？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那过生日哪有习不习惯的呀？我都很少过生日，都很久了。要不是他们提醒我，我都给忘了。 我去换个水。谢谢你送我的睡衣啊！你知道我在哪买的不？学校后门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学校待这么多年了，哪儿卖啥哪儿有啥，啥不知道啊！哎，二爸，你对咱们学校这么熟悉，嗯，你知道哪能看电视吗？电视？那不每个教室都有吗？我说是那种能放正常频道的电视，那个学校主楼那电教室，那儿能看。 哦，你问这干啥呀？哦，没事没事啊。拿啥给你惊喜？挺惊喜了。二宝，你在学校这么多年，有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礼物吗？也没啥特别礼物啊，一般就送个文具啊，送点好吃的啥的。哎，但是学校有个传说，你们听过没？神树啊？ 不是神树，这个我也是听前几届同学说的，说哪个同学要在过生日那天的0点，通过寝室的窗户看到烟花，就能心想事成。我复读这么多年呐，每一年都期待有个喜欢我的女同学能给我放一下子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啊？ 给你弄这点破玩意儿，快把我累惨了！这么小我怎么放啊？哎，我记得有啊，买了好多呀。你看这个大烟花，就这一个，你就别挑三拣四了啊！你知不知道给你弄这些东西有多难？拿着吧，我走了。那个，咋了？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问问你平常几点睡？熄灯就睡啊。要不再看看书什么的。如果第二天要考试的话，我会突击一下。哦，那你今天晚上能晚点睡？为啥？12点的时候，你往窗外看一下。有流星雨啊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哎，未来看什么呀？好像有流星，那是不是就能许愿了？ 不可能，乌漆麻黑的，啥也看不见。走吧。方娜，你有没有觉得小学和未来有点不一样？就以前吧，老对着干，现在呢还挺好的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说是他们俩从北京回来之后，你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？啥呀？ 不是你还是学艺术的，你怎么这么不一样？我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事情什么时候是最珍贵的呢？什么时候？那就是没有戳破的时候。啊！哎，张雪怎么还没睡？哦，我待会儿再睡。陈军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他不是说的晚点回来，叫我们别担心他吗？ 嗯，反正雷主任也不在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嗯，早点睡啊。嗯。这个未来耍我呢？有了，开始了。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不会，今晚是全木楼的比赛，再不看就没有机会了。谢谢你带我来这儿。这有什么好谢的呀？等毕业了，想想高四还有这么开心的一天，所以谢谢你。 之前说没有人给你过过生日吧？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我就想今天晚上相当于提前帮你过了。什么声音啊？有人放烟花？不会吧，这是学校啊！哎，快看，反击了！他防守了，你看。哎，你说要是这个时候再有点炸鸡和可乐的话，是不是就更好了？这么晚上哪弄啊？哎，你等我一下，这事交给我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。 哎，顾少，外面的烟是不是很大？烟不大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打119了。我在外面陪着你等消防员过来啊！你别等了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我不走，程静，你冷静一点。火没那么大，消防员一会儿就到了啊！ 你直接拉这个绳子喊我好吗？程静，程静，要是一会儿外面烟太呛的话，你还是先走。我说了我不走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我要是走我就孙子。你快快找我这根绳子，快！ 能听见我说吗，程静？能。程静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害怕，我们俩现在随便聊点什么，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，好吗？嗯。哎，你觉得我们俩现在像不像《泰坦尼克号》那对男女主角？ 泡在海水里啊！他们是被淹死的，我们估计要被烧死了吧？喂，不聊这个话题，换一个话题。我问你答，好吗？好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红色。鲜红色还是火红色？你能说是吉利的吗？ 好，好，我不等你了，不等你了。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原来你还要怕的东西啊！未来，我就挺怕的。未来，我怕他考试超过我。 真的挺厉害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人家还当着我的面夸别的男孩儿，哎，我觉得我也挺好的。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夸过我呀？ 谢谢你。 我以前很难相信一个人。去年高考，我妈睡过头，没叫我起床。这事对我刺激特别大，我变得谁也不相信。但从今天开始。是相信你。 国少，听见了吗？国少，国少，国少，你别吓我啊！国少，国少。 你干什么？医生，我那朋友怎么样了？快把雾化器带上。你告诉我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儿，不出意外，他明天就能转到普通病房。你好好休息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好好休息啊。也不知道是谁放的火，他俩伤的严不严重？我跟你讲，人要是没事很好，人要是伤的严重了，那放火的人可就麻烦。怎么了？指不定吃几年牢饭，要坐牢啊！哦。咋了？啊，没事。哎，我想去跟尹老师请个假，去医院看他俩，你跟我一起吧。 师傅，您能开快点吗？还能怎么快？我还能飞啊！那你把广播声关小点行吗？不关。你这是太……陈静，你笑啥？你没事吧？你看我样子像有事吗？医生怎么说啊？ 化验结果还没出来，别太担心了。你吓死我了！哎，没事就好。你们俩伤得严重吗？什么时候能出院？我觉得我没什么大碍，就是顾尚需要再治疗一段时间。等结果出来以后，我就……你没事啊？吃了吧。吃吧。等过两天你出院了，咱们俩上次吵架的时候，我还得跟你秋后算账啊。是你跟我吵？什么我跟你吵？我那么大老远来看你，你跟我那个态度，你觉得合适吗？ 怎么，还担心化验结果呢？我问过护士长了，你们学校那火着的根本就不大，给你们俩做这检查根本就没必要，那就是医院怕担责任，所以有用没用的都查一遍。静静，妈妈其实知道，这么多年我对你不够上心，你心里有怨气，原谅妈妈好吧？其实妈妈就是觉得你这孩子一直都挺皮实的，不像别人家的孩子，动不动就头疼脑热的。你从小就不爱生病，不爱哭，学习还好，所以在妈妈心里，你就是个铁孩子。铁孩子是不用爸爸妈妈操心的。 所以我一听说你们出事了，我根本就不担心。你就是妈妈的铁孩子，对不？好了，赶紧吃了，赶紧睡吧。我去把垃圾扔了。上周五晚上，主教楼发生的火灾事件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，但仍然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少见的严重事故。现在学校正在配合警方进行火灾现场勘验，希望跟此事有关的同学，不管是当事人还是知情者，都能尽快主动找到校方领导来说明情况。 你就在这做这个呀？妈妈以前的公司裁员，妈妈没什么文化，所以他们就把妈妈给……现在这工作是你爸爸的老战友给妈妈找的，妈妈干得挺好。 未来，慧兰，我问你个事儿。